空间配置左右不均，责任重担女人一肩扛。整个房子里头很奇怪，可以睡觉旁边全部都平一边，这边唯一的是一个厕所嘛，两边不平均嘛，都在右手边的话，相对的那个女生来说压力就会比较大，通常会建议摆在左手边，代表针对男生或女生的运势能够大幅的提升。